钓小钱当手，啊 ，Q8 DV 三四轨音乐，第二轨是原来的麦克风。看一下那个音乐从另外一台旧手机输出到 Q8 的三四轨输入，啊，转成那个这个是6.5的，这两轨是音乐的进来，啊，手机进来，然后这个是我们耳机来监听，这是 USB。接到我们手机来，所以一台 Q8 这个老 Q8 那个画面不好用，所以我们就当声音用的话，就好像一个调音台的，蛮方便的，分享给大家。